看到你们。全世界将会看到你们，因为我是未来的网红。未来啊，未来，未来。当得不简单，我们给我们全体师生一个踊跃的掌声。所以我们今天带他们即将前往欧洲之前，这里前来我们妈祖宫庙后带来最精彩的演出最新的表演，一起来奉献给妈祖。